我们相信天地间存有仁爱与公义，万物有开始与结束，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维持住气，并赋予人生意义。我们相信，四海诸内皆兄弟，个人有彼此照顾的责任。人人皆有与生俱来的价值权利，以实现自身以真善美的人生。我们相信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并不计较报酬，服务社会，必须群策群力。仁爱是我们服务的出发点，公益是我们服务的最终目标。因此，我们诚心愿意，奉献我们的时间与才能，服务社会，造福人群，恪守生命线的全精神与守则，主动负责，鞠躬尽瘁。
我们就马上要来开始集训。